好，开始。可以问那个身高还有鞋子的号码吗？嗯，我身高172。哦，好高的。鞋子哦。嗯。41号。是不是20？25.5。5.5，哦，很大的。要做多久啊？大概3分到5分钟呢，到时我跟你说的。哦，对。你平常那个保养吗？脚底？没有。没有。完全没有。哦，如果很漂亮的。有点紧张吗？对，第一次有人拍我脚。我从以前到现在拍过大概超过100位的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观察那个脚底的那个硬度啊，还有什么颜色啊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啊？因为是脚底是平常看不到的部分的。哦。对对对。那我统计一下的。我比较喜欢脚底的。哦。对对对，有点奇怪的。啊，所以这要做报告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我的兴趣而已的。没有无关那个学业还是什么作业的。你的发脚底的皮有点软软的。嗯。对对对。你怕痒吗？这样的话。还好。还好。那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？交叉的。交叉。嗯，那我继续运动。交叉。啊，我靠近，嗯，好运动。其实这样子会抽筋的，很少在动的方面抽筋。所以你们今年25、26岁吗？差不多。你们是同班同学的吗？我们是好姐妹。啊，姐妹，所以你是姐姐吗？啊？你是姐姐吗？两个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啊，好朋友。嗯。从以前认识，从以前认识的。来。裤子有在的吗？在我口袋。好，那再来那个第三个 pose 呢？这个。好，放在这里好。嗯，然后运动。有点累吗？有一点。去花莲逛哪里的？啊？你们去花莲逛哪边的？啊，没有，我亲戚。啊，见到亲戚而已。所以2天1夜，3天。嗯，3天2夜。哦。来，然后有去海洋公园玩。啊，没有住那个七星潭吗？没有，我们住原来饭店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一定要换你耶！还有大概1分到2分钟呢。好，再来那个第一个 pose 嘛，然后运动，对。好尴尬。啊，角度90度，有点往后一点，对对对。那接下来那个张开脚趾嘛，张开脚趾，尽量的好了。哦，你很享受。
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再来，可以拍那个交背吗？交背的，这样。我脚趾甲很丑，你不要拍好吗？好好好，那继续运动。那再来做那个纹路的。纹路。纹路。对，这我比较喜欢的纹路的形状呢。哦，你很上手了。很累吗？就怕抽筋而已。啊，好，那再来，再来。OK 的吗？还有大，还有可以最后跟我说那个脚底外掰的心得。啊？心得呢？心得。就是今天的摄影的心得，外掰的心得。心得。感想。感想。对对啊，放在这里。我在现在我们有点赶火车。啊好。好好。